会是怎么样的阵容？哦，你，我们来看到珍宝阁是龙阵啊，龙阵还是常规的花果山女拔木。那么，西山老街这边也是。哦，神木林也是常规阵容，对，常规阵容。上来就点神木了，花果山神木林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把点啥，就是破血加琴三叠嘛。是啊，还没有野兽，好硬。没错，先给自己补光。琴音三叠过来，这个血线应该是死不去的。对战法还有善恶啊，有善恶，对，善。真的好耐啊，硬啊，好耐，是打不动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八进四的比赛，观战方西山老街，对战方珍宝阁，观战方风阵，对战方龙阵，观战方是被对战方小克。哎，对战方会有手抓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之前在跟橘子也聊到过，就是现在好像很多队他不点手抓了，都点地府这个毒回血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点啊。观战方上的是无底洞的国标，哎，这个阵容就跟之前所有，就像之前钓鱼岛打珍宝阁的那个阵容是一样的。是。那这把的话也是属于对方是一个小克了。对，哎啊，直接点，你担心。那观战方这边是没有打反击的。其实我觉得这把国标打进来的话，观战方这边是有机会，有机会的。对，如果宙斯进来啊，观战方难了。你看这么耐的属性，宙斯进来很难受。刚才我们在后面已经是聊过了啊，还没直播之前聊过了是吧？对。刚才我说如果是西藏老街打珍宝阁的话，那如果打国标的话，西藏老街还真的是有机会，是有机会的，是吧？没错。但是你当时跟我说是，珍宝阁可能不会打国标，对，是，就觉得拿最强的一个压制。哇哦，那这个打法呢，也是之前珍宝阁有聊到过无底洞的一个打法，就是当你金蝉之后无底洞血线比较低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直接利用你这个阶段把你无底洞压死。是。那拉起来得先封回了。现在观战方这边得清掉对战方这波的一个善恶宝宝，是再给金刚护体。那么还要反点，哎，小死亡是很关键啊。是杀为清统，宝爵出神佑单抽，因为花果山这回是被封中了，没有能够出手。反正，这场的话的一个节奏是感觉是比较快，上来就已经是开点啊，对，是，没有很多的前戏，直接进入正题。先给妖风啊，应该那个风辉可能还不够，先妖一下对面的女儿，可能不给出手。是，对。有一点啊，观众方这边是没有办法丢帧的。对，就是没有压制没有办法延，没有办法去延对去压制对面地府的一个小死。是。其实我在想呢，当然调了这么耐的属性，也是应对了一下这种常规的国标阵容，就主要是克制了一下花果山跟宝宝。宝宝，对，是三个宝宝。那这把要点了，当头看一下有没有点杀。再点换虚，先把无底换虚，无底中心挂死，直接就是不给你活血。是，来冰清的来了，罗汉了，没有放下死亡，也就没有点杀，他还是要清三个宝宝。对，珍宝阁打的这个打法是很压制啊，他就是，他现在等于是逮着，我现在有场上的优势，我就无限地压你，给面伤。看一下伤害，你看，其实啊，真的加得很耐的，有金刚，是有小克，其实伤害过去不是特别的高。让我感觉到啊，他们是好像在打剑会的那种模式。他点到一个人就是，换虚名压制，换虚名压制。是。两次的一个善报。那开局的善恶宠已经被清到三只了，还剩下一只。其实珍宝阁开局打的这么迅速的一个打法呢，对于西山来说，西山如果扛得住这一波啊，后边两支队伍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的打的。对，有他只要把这波扛住，是，这波宝宝基本上是清完了，清完了以后，清完了，观战方这边是接入真题了。对，是，先叠一下人心，一会儿等无底洞起来的话，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活血的空间的。
你看，哎，哇，他是用人去清蛇了，不清善恶了。对。哎，还是用人去清善恶的善恶从善。他现在的想法就是花果山去清你的幻魔，那么。包括佩高宝宝一起嘛，你看这个再清下虚弥，那么我用神木林的单抽去清你的善恶虫，这把打的一个节奏是非常快。对，不过珍宝阁开局冲的这么凶呢，说实话我到目前来看他并没有拿到他想象中的一个优势，绝处逢生了可能啊，先指指人指人，他并没有拿到他想象中的那种优势。其实给西山呢，我觉得他只要是先把这波稳住，这场比赛还是可以往后打的。反而我觉得这样打的话，反而是不太好。他前期的宝宝消耗其实略微是略微略是略是，哎，略微有一点大。其实但是打到现在，对战方的阵容还是有优势。对，女儿圈嘛，是吧？是。毕竟在速度上面有优势，而且在阵法上面有一个克制。但是神木林这个门派呢，因为他的单体法术对于宝宝的进攻能力是。效果是很好的，对战方得控化身了，控化身点无敌动是吧？对，控化身点无敌御，来小丑妖风，哎，不给你发小死了，哎，是，他知道这把会点控化身，哎，也点也点，也鹈鹕鹈鹕，哇，这是吧？没猜得太死了，对方也是猜到了对战方这边会控地府的，对，当头，但是有盾。这边当时是防不住的，是防不住了，这是防不住。看经济五了，六千弹甲了，没连。这样的话今天就不太一样，是不太一样了，是。因为像之前刚刚疯子已经说过了，观战方是一个无底洞的阵容了，因为他没有女儿村，是没有村了。那么第八回合他可以直接演你，是对吧？他直接演你，我哪怕我就先演你两回合，你没有无底洞，你没有金蝉，啊，你没有妖风，你控不了我，我这边我女儿村无限封你。是，这把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演的，就是下他得下回合，下回合以后嘛，对对对，对要演，还是很有必要演的，要演，因为他演了封系以后啊，他就可以造成观战方这边的一个点杀了，对，大面积点杀了，连点是，再挂小死，就是要连点你花果山，但是必须点这把，直接蛇满，蛇满。花果山的一个伤害好像是不太高，他的蛇换蛇宠应该会去贴啊，直接吃五龙了啊，就是给你点，但是不能倒，九千，虽然是点倒了，但是解开了下手王，因为观战方地府速度太快了，是速度太快，观战方这边还是得点，还是得点对方的龙身，你防不？我们看一下啊，但是下个回合你想点啥？看一下有没有当头吧。是吧？第一得看有没有当头，第二，对面女儿村可能要封过来。是，因为他刚刚那个回他就选择点那个大金，保一下自己的花果山。观战方这边有鹈鹕，应该是有当头，没有，他鹈鹕上把提了，提到自己了，他这把应该 CD 不够的。好像水清也放过了，不，金清也放过了是吗？金清放过了，他如果有水的话是可以点的。是他水清的话也可以点的，他这把只要当头能出手，他都会搏一把。是。也就是说化身有水星都会搏一把，对，是。那对方这把是很明显是再会控制转方这边两个出手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不点呢？我刚想说，就因为你看他神木林他已经没有风铃了，是，其实当头一般对方那个龙山是一个全魔的，先演你，这个是不用管的，他一定是要演的，对，就说这个回合我觉得他不点也是正确的，因为没有风铃呢，加上这把被小克，是神木林的伤害会比较低。其实我觉得就是留给他的一个机会是不会太多，是，那他可能打了一个打法会比较激进一点，对，是，还是恶报过来冲，他的一个善恶宠是挺多的，对，他是拉出了一个魔镜激发孩子，他觉得这把点杀是比较，因为没有风铃，他觉得这把不点，不，主要是比较危险，女儿村很有可能是被控一个单位，导致点杀失败。对，他先拉出孩子，就让你先封一个单位，对，他下把水清一个单位，解开一个单位就可以了。对面有一个花果山的门派盾，门派盾大概有两千多门派盾，他这把有沙威，化身活一下自己的话，他也有。沙威，观战方是有沙威，观战方是有当头，对面是只有沙威的啊，三飘了，飘法系没中。
地府精应该是没青善恶或青高廉啊，杀威点，这样方还是坚持的一个点杀呀。对，这把看一下善恶宠能不能清掉，清掉一头善恶是。哎，但是我如果没看错的话，地府是挂了一个小死亡吧？是啊，可以看一下这个小死亡是刚挂的啊。对，但是对方应该是操作失误了，应该这把是没有选择点，因为他女白木变蛇，那么沙威是选择青铜了，是这把是不点人，可能是地府操作快，哎，地府操作快了，因为他们改变了主意，是。开始说点，开始后面就说哎不点啊，不点，还是不点，我问一问，对，是。那这样的话，观战方无底洞下个回合应该是可以起了，啊，他下回合是可以起了，这是最后一回合，两边这把只有沙威都没有当头了，嗯，只能杀宝宝，两边都太硬了，后花果身是，马上就可以拉了，对，下回合可以吃，也是地府精。那无底洞拉起来，他每一把封印都是会封印对方的女儿身，对，他会给妖风直接是，因为他血本来就低了嘛，对，是吧？这把是提前压血线，二号位也是一只高廉，他都是死我，他都是骷髅怪中了，是中了大蛇王，嗯，高廉触发的大蛇王。那这样的话是比较紧张了，对，其实大死亡也还好，最主要是阳木能解，就立马就能解。他宝宝现在全，你看啊，这个回合，有当，如果拉他有物理一速，对吧？他这把拉起无底洞，我觉得这把牺牲还是要防，我觉得要防一下。他起盾了，他要防一下，起盾，他速度不快，他有物理一速，观战方这边速度不快，对战方是7，观战方这边是8。那这样的话他防也防不太住啊，是吧？哦，那应该是拿马了，因为之前的话是观战方这边先出手，应该是拿马了。嗯，那这起盾啊，起盾也不太好起，哎，魂了，无魂，不给起盾，要点摄魂。观战方这边想偷女儿圈，但是这应该是对于物理速度上，可能是因为宝宝出现啊，他觉得他之前是有物理速的，所以说他想点。哎，他这样的话是，他不一定能出得了手，他出不了手了，有摄魂。对，你看两个保护不给动，还给自己加了个魔镜，直接波天8000，这就是我刚才说的，之前观战方的花果山是有无敌速的，因为对战方花果山是拿了个马，没有办法，一速异位了。那这得换养护呀，是得换。无极动前应该是先妖风的，妖风完了下国可以给自己一个绝处逢生啊，直接绝了，绝了先绝。但是你先绝这加10%速度应该也没有对战方女儿村快，对面女儿村还是铁的一速，铁一速可以直接再来这个小圈来控观战方的无底洞，或者是起盾了，无底洞起盾了，化生活了，是吧？啊，还是先控你，我不管无底洞起盾了，他不管的啊，去养护了。哎，其实养护也还好，那直接提起来吧，是，养护可以直接提，无痕不给连点。看一下这把无魂了，是吧？啊，其实我觉得这无底洞很应该是要起盾，他这把出的一个7000，好像不太行。哦，牛再跟了，就算牛不跟，对方一个补刀也是。对，他什么？他的女王不是可以群的？是。其实我觉得还是起盾，这把如果是起盾是挺好的。他拉了2只的一个养护，是有点着急了，我觉得是。我觉得这个，我觉得起盾和拉洋户其实也都可以选。不是啊，他起盾的话，那化身就活无底洞了。嗯，活无底洞的话，这把当头就死不了了。是，肯定死不了。对，他满血的，再加上活血，他满血的，对，是吧？当然他这个想法我们也可以理解，是希望尽可能早一点的让花果山起来，不要造成4打5嘛，对吧？
这样想也没错，但是也是被珍宝阁抓住了一个机会啊。那吴红也没有中，直接花这个再次点倒了关良方的无底洞。那现在这个局面呢就有点难打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两个残血单位，而且无底洞又倒，花生现在非常的忙。虽然说不过还好留了一个机会，就像对面宝宝不是很全，现在只有两只虫。小花生寄给经过，赶紧先活、等一下没有机会再点，哎，还是找女儿的机会，哎，这一把女儿村中了，看一下要换虚的了，活出来还好，看一下有没有，如果是换两三只的话可能，我觉得换两只花果山应该扛得住，哎，三只可能扛不住，我跟你讲三只，他大唐的宝应该，他花果山的宝我觉得应该不会换，看一下啊，你看一下，哎，没换，来，女儿村这个血线，8000，加单抽应该倒了，应该倒了，哎，地府倒，这场两边打得很暴力啊，是啊，就是一把对冲，没有那么多的讲究，无限冲刺。现在观战方这边其实点倒了女儿村，反而是也可以演呀，没有什么用，没有。就算这场比赛，现在目前现阶段来说，女儿村没有站起来，那对方也是能打出来节奏的啊，继续点嘛，对。双方没有缝隙的，反而是对方有双幻魔，是优势非常大。对。但是宝宝上呢，还是略微，因为他出蓄力出的比较多，他就只能是通过点人的方式。你点人去保虚弥，你看就这种情况，是因为你虚弥，你只要是观战方这边动手，你肯定虚弥是站不住的。你看，这就等于是除了花果山和女拔木之外，其他三个单位已经出过一波虚弥了。是，其实都已经是接近尾声了，也不太需要了。其实，啊，双幻魔成型了。其实，但是呢，即使如此，我觉得对风老来说，我一直。在五强迷赛的时候也说，当你的队友是风狼的时候，我觉得你不要太早下定了这个比赛就结束。是，我觉得像这种双幻魔啊，观战方这边是很难打的。嗯，基本上 是有点难，很难打的。而且，有一点呢，现在目前来说就是女儿村倒地了，但现在，也是没有延长杀手王，这把要严了，这把要是拉起慢速拉起地府得严，是。先盖罗，我现在感觉啊，很寂寞，有点不太好打了。是很寂寞的一把罗汉。面伤。演女儿村，那无敌洞起来，我看一下无敌洞。无底洞起来只能是起盾的，只能是起盾，他得严了，严点圈，对，你先严，下一把还可以严，啊，是。其实现在打的还是挺困难的，挺困难。你现在演女儿村呢，其实意义也不是很大，因为这个回合的话，对面地府也可以演你的花果山了呀。是，你有一个，因为两边现在风系都起不来，而且官方这边风系被封杀，那这回等于是你除非是一拉一开，而且官方场上宝宝不支持，那么你这回等于是你场上也没有风系，对面两输出都能动，还有两个召唤物，是对吧？那对战方又也得演，也演你啊，也演，对，互相伤害。因为观战方现在有一个主力输出被点倒，他一被炎，他场上的这个清对面宝宝的这种火力就下降了。是，这主要是虚弥比较难清。对，你看炎起，那你花果山必须炎，这花果山现在起不来。那花果山起不来的话呢，那你只靠一个单神木林去清宝宝，清不过来了，啊，这已经是清不过来。双幻魔打的主要方面真的是很难受的。听房姐，这节奏感是非常的快啊，节奏是天，这感觉已经，即使是风狼巨玉啊，感觉这也不太好救了，是啊，不太好救了。我觉得这个时候呢，还是会，我觉得已经可以开无间了，开无间了，可以开无间点化生，
这把有当，这把怎么点都死，这把怎么点都死，这把跑不了了。花式点杀是吗？这把怎么点都死，花式点、啊、点杀都可以。这把是没办法了。金刚拉满，珍宝阁在这场也是打得非常暴力。嗯，是。他只要是压倒你一个人物单位的时候，他也是毫不犹豫的，是拉出虚拟压倒的无底洞，打出节奏。因为这个无底洞的国标呢，它可能更如果说去对上单物理单咒的话，可能会好一点。是，你的无底洞、你的金蝉、你的妖风可以去防一下咒师的一个进攻。那其实也差不多一样的一个道理。其实如果说是关键方那边带鸟圈，他也是没有办法丢香蚕针、嗯嗯、他一样的道理，他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他觉得上无底洞可能是有优胜一筹，是吧、嗯、因为无底洞的一个封印比较准。对，是，而且无底洞他有各项的一个保命技能，对吧？那这感觉已经不好救了，而且这样的话也是吸到了鸟圈的小子，可以把鸟圈一提，对吧？对，非常完整的阵容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，问题不是很大了，可以无解了。其实再挂一个，那就是挂起之后呢，直接拉起神木林单宝宝加神木林，拉神木林单冲，不太好稳。问题是对面花果山出手的话，这神木林不一定能站得啊。这边是点的当头点，那可以，那单抽，那就看单抽了。不行，因为丰年的弹数太低了。那这样的话，这场比赛应该是珍宝阁也打得比较快啊，不到20回合的时间也是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打节奏太快了，节奏快，是。无间了，结束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也是可以恭喜一下珍宝阁，是战胜了西山老街，是率先杀入了半决赛啊。